今集我会继续在成都学习整传统的川菜，我会同 Jackie 狂扫地道小食，之后仲去参观豆瓣酱的制作，跟住我会飞去山东揾埋 JJ 品尝地道老菜。好，起程！成都是中国历史名城，在锦里街这里还可以感受到昔日的气息，一些昔味的民间艺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Jackie 啊，这里除了古色古香之外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食。小食小食不够吃的，我很大吃的。但你看看这条这么长一条街啊，就算你几大吃啊，我想你都吃不完。那我们一起找吃啊。好吃的。就想你摆落口吃啊。我还有还有。耶、yeah.哇，好熱啊！係啊，好熱啊！哦，呢個係米嚟嘅，呢個粟米嚟嘅。嗯，好煙韌啊！有啲嗰啲米嘅 texture 喺入邊，喺入邊仲有啲豆沙啊咁樣喺度嘅喎。嗯，好食啊！有啲似嗰啲咩缽仔糕嗰啲。係啊，係啊。介紹啲好嘢俾你啦，成個成都得呢度先有嘅咋。係先得哦。呢間咧就係成都好出名嘅特色小食三大棒。哦，咁睇咗一食喎，都幾好啊，同埋氣氛好好。點解要三大棒？可能淨係打到三個。三個，打唔到四個，隻手可能過唔切咯。三大棒打出嚟啦，唔知咩味嘅咧？點啊？其實係好似係啲糯米飯碾埋一嚿咁嘅樣嘅，咁但又下底個汁咧係啲黑糖嚟嘅，都幾甜下啦。法拉真的好介紹啦，食飽飽又是時候去上堂咯。呢間烹飪學校是全國唯一一間公立烹飪高等學校，課程為期三年，第一年主學刀工、烹飪原材料等基礎課程，第二年學調味、技巧、菜單設計等，第三年就會到直至餐館實習。咦？呢班同學一定喺度上緊磨刀課啦，等我去偷下師先。拉回来，再往前推，再往前推，选择从左到右也可以。那磨到怎么样的程度才算是一把很锋利的刀呢？摸一下，这个平不平整？然后呢，就说摸一下刀锋、刀刃的这个地方，也可以看，看这个下面有蓝光，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刀型，刀型要有一定的弧度，张老师见我咁有心机学，我教我整翻个健康嘅川菜姜汁豆角。首先将啲姜切碎，加埋啲调味料，好似盐、鸡汤、醋同埋油，搅匀佢，个汁就搞掂啦。不需要放盐，放进去。咁只系将个豆角炒熟佢啫。可以放点油，你可以不放。熟咗之后就捞起啲豆角。张老师话呢个时候先至好落盐喎，拌匀，捞捞佢。啊，那为什么不在这个烫串烫的时候放盐呢？如果穿水的时候出来以后，这个不太饱满。哦，不太饱满。然后就淋上去。哎，对，均匀的淋上去。好。咁食嘅时候捞匀佢就可以食啦。咁啊，一个好简单嘅成都嘅凉菜咧，咁就已经完成咗啦。而家孫老師咧教我哋做第二個醬汁，叫椒麻醬汁，咁啊都可以淋喺唔同嘅冷盤上面嘅。嗱，陣間做啦。怎麼做？先把你個葱切成末，切末 ，OK。然後將啲浸咗二十分鐘水嘅花椒連同葱一齊剁，葱同花椒嘅比例大概係2:1。哇！真係手都軟啦，要剁到咁曳咧，差唔多要成20分鐘嘅。跟住就可以調味啦，落些少嘅鹽、雞湯。頭先剁好嘅葱椒末、豉油、麻油，撈勻佢，咁就食得噶啦。然後拌匀，就這麼簡單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做呢個蒜泥味嘅，即係蒜蓉味嘅一個醬汁啦。咁材料就有蒜蓉啦、鹽啦、麻油啦、糖啦、
豉油啦，同埋辣椒油嘅。OK， 剩翻最後啦，這個其實都好簡單嘅咋，將所有嘅材料撈埋一齊，咁攪勻就得噶啦。有鮑魚，鮑魚。哇！全部啲汁咧都係好香嘅喎，真係。我有陣時候咧，譬如喺香港食呢個白切雞啊，或者啲白脆肉啊，咁其實有時改變下咧，用呢啲咁樣嘅醬汁咧，我相信都好好食嘅。嗯，好香姜味嘅。咁呢個咧，我覺得似有啲似香港人食白切雞嗰啲姜嘅醬，都好啱香港人口味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試下呢兩個汁啦。嗯，哇！這個咧聞落去就好香嘅，不過都幾辣嘅。咁但係如果大家唔食得咁辣嘅話咧，可以放少啲辣油。試埋呢個，嗯，應該好啲，應該就鹹鹹地，咁有啲花椒嗰啲麻味啊。啊，謝謝湯老師，非常謝謝。沒關係。上完堂有啲肚餓，等我約埋法拉一齊食嘢先。我早有準備啦。總之有我呢支盲公粥，你就一定有好嘢食啦！今日就帶你食啲好特別嘅四川菜。嗯，睇到都好特別喎。好辣嘅。呢個係啊，我乜嘢都有辣椒，我見到。呢個就係應該係個牛泡葉啊。嗯，呢個咧就好特別嘅，因為佢係凍食嘅。四川人咧中意咧將啲凍食食咗先嘅。試下先。試下。嗯。好爽脆，哇！不過汁好辣，好少啊！睇啲豉油啊、醋啊、麻油、辣油，不過就好多辣椒噶。同埋啲辣椒咧，同啲熟嘅辣椒唔同，好似啲生嘅辣椒碎，好似啲泰國嗰啲。係啊，同埋佢都幾辣啦，睇下即刻飆曬啲點點嚟嘅。呢個就係用呢個鋪頭名改成嘅豆腐。睇個顏色就知咧，其實係啲南瓜嘅汁嚟嘅。其實四川菜有很多不辣的都很好吃的。嗯，口感很特別，很清新，同埋有啲南瓜的汁啦。幾特別喎呢個，即係好似食嗰啲好煙韌嗰啲，有啲似烏冬咁樣。嗯，係啊，係嘛，似烏冬咁樣嘅豆腐喎。嗯，邊個好中意？嗱，食完咁多個餸啦，其實四川人咧都好中意食飯嘅，佢哋食面食比較少啲，咁好中意食飯。咁咧啲飯咧都有好多變化嘅，睇下呢兩隻飯。咁呢一款咧就係啲栗子飯嚟嘅，我記得仲要係啲新鮮嘅栗子喎。啲顏色好靚啊，好靚。咁呢一款咧就係啲酸菜，啲鹹菜嚟嘅。咁四川人食飯咧就好中意咧撈啲泡菜，佢哋叫做好送飯啊。係啊，咁咧撈埋一齊咧係好好香嘅。同埋佢哋咧食到飯嗰度咧係擺最後咧，就好似廣東人食粉面食單味咁樣樣，擺到最後飽到咁樣食法嘅。咁你一定好飽㗎啦 ，Jackie。吃飽又是時候去學整川菜了，我幫你約了位在成都很德高望重的川菜大師傅史師傅教你。唔該曬，呢位史師傅好犀利㗎，佢係法國國際廚王美食會名譽主席同埋國際烹飪藝術大師，要跟佢學嘢一啲都唔容易㗎。一般啊，提到川菜，川菜就是麻辣，其實川菜不是，它是清鮮醇濃並重。所以史師傅話。要教做翻到有齐晒呢几样特点嘅芙蓉鸡片啦，咁材料有鸡胸肉、番茄、鸡蛋、冬笋、冬菇同埋青菜。容易把它打碎。首先将啲鸡切成一嚿嚿，放入搅拌机，放些少嘅水，将啲鸡块搅成鸡浆，再放啲生粉，等佢可以滑啲，同埋煮嘅时候容易啲擎，加埋蛋白就可以搅匀佢啦。不过师傅话搅嘅时候都要有秘诀噶。哎，所以你看，不能这样铲啊，尽量不要把空气打进去，就是要让它把水、蛋、淀粉充分融为一体。之后，史师傅就烧红啲油，好轻力咁揽啲鸡浆喺镬边，形成一块块好薄嘅鸡片。这个烹饪技术呢，在川菜里边的烹制方法叫葱。咁我見到阿史師傅咧，將個雞咧個芙蓉雞片咧就炸熟咗之後咧，就擺落去一個滾水度灼嘅再，呢個餸咧其實咧一啲都唔易學嘅，都
其实它的技术跟要求都挺高的，不单止你主要个油温啦，主要那个鸡那个生熟程度啦，那么直接都应该出来一个口感的。那这个水是热水，不是烧，把它烧着，烧开，把它烧开，把它汤里烫，主要起什么作用？就是要把它油脂要排掉。哦，现在菜嘛，它不是要。三滴嘛，低糖、低盐、低油嘛，你油脂多了怎么行啊？所以这个菜的特点它是清淡、清爽、清爽。咁啊，史师傅咧，而家就将头先浸咗喺滚水度嗰啲鸡片嘅油咧，撇走佢，咁跟住咧就再落镬煮嘅。跟住啲鸡片就可以攞去炒啦。首先爆香啲姜葱，加埋啲鸡汤，等啲姜葱出咗味，咁就夹起佢，放啲盐、胡椒水，之后将啲鸡片放翻入镬。加埋啲配料，咁炒一阵，等佢熟晒之后，咁埋翻个薄芡，就可以上碟啦。咁呢个菜咧，就同我哋一般印象中嘅川菜好唔同噶。咁印象中嘅川菜咧，有好多红油啊，好多麻油，好多花椒、辣椒咁样。呢个咧就颜色鲜艳啦，同埋就好少油噶，咁而且睇起嚟咧就好健康噶。那我不更新了，史师傅，试下呢个芙蓉鸡片先。好鬆軟、好幼滑咁樣噶，咁啊，因為雞打個雞肉咧打爛曬啦，咁啊，食嚟真係好細緻，咁而且咧就好多唔同嘅蔬菜啦，咁啊，好清淡、好健康咁樣嘅，咁味道真係好有雞嘅鮮味喎，但係，哇，大師真係大師啊！同師傅傾完偈之後咧，咁啊，今日真係獲益良多啦。那先非常謝謝徐師傅，好，謝謝。距离成都大约一个钟头车程的皮县，有两样嘢系最出名的，其中一样就是呢度嘅豆瓣酱。豆瓣酱一直以嚟都是川菜的灵魂，我又点可以错过今次机会去参观下呢度嘅豆瓣酱工厂啊？咁呢度咧就系制造豆瓣酱嘅工厂啦。咁豆瓣酱喺川菜入边咧系不可缺少嘅调味料嚟噶。咁啊，好似啲回锅肉啊、麻婆豆腐啊，都全靠呢啲豆瓣酱咧先至咁好味噶。咁啊，好多人以为咧豆瓣酱系用黄豆做嘅。其实豆瓣酱咧就系用啲新鲜嘅蚕豆做噶，将四川特有嘅二荆条辣椒、盐同埋发咗酵嘅蚕豆放埋一齐，经过翻冻、太阳嘅照射同埋露水嘅滋润，就会生产出美味嘅豆瓣酱啦。嗱，啲颜色鲜艳啲嘅咧就发酵咗三个月嘅豆瓣酱，而啲颜色深啲嘅就发酵咗六个月嘅豆瓣酱嚟嘅。咁其实两个都可以买噶啦。咁但系發酵咗六個月嘅豆瓣醬咧，味道咧仲更加香啲添嘅。呢啲咧就係麻辣火鍋專用嘅豆瓣醬啦。咁佢發成八個月嘅，而且翻動次數比較少啲，令到個醬本身比較粗啲，冇咁夠細。咁喺煮麻辣火鍋湯底嘅時候咧，就冇咁混濁啦。皮縣另一個有名嘅地方就係農家樂啦。呢度係成都農家樂嘅發源地，好多城市人放咗假都會嚟到呢一度食下農家菜、泡下茶、打下麻雀，都幾寫意㗎。一於喺度教大家整翻個泡菜啦。咁啊，中國人咧都好中意食泡菜嘅喎，咁啊四川人都唔例外。咁但係四川人嘅泡菜比較簡單啲，咁啊淨係落啲鹽啊、水啊，咁啊同埋花椒、辣椒咁樣樣。咁啊今日教呢一個咧，咁就有啲適合廣東人口味嘅。首先將啲蘿蔔、大白菜、辣椒、小黃瓜等蔬菜切成唔同嘅形狀。如果想啲泡菜香啲嘅話，可以加啲蒜頭。跟住落些少嘅盐喺啲蔬菜度捞匀佢，等佢出水，咁要出嚟嘅泡菜食落就会爽口啲啦。好啦，咁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咧，你见到咧就会自然咧排咗好多水分出嚟嘅，真系咁多噶，唔系讲笑。咁跟住咧就用啲冻滚水洗洗佢，一定要用冻滚水，因为生水嘅话咧有啲细菌，咁要出嚟嘅泡菜就冇 keep 得冇咁耐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咧洗完之后咧，我哋就要将入边嘅水分咧，就要再揸干佢。就放落一個器皿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四川人專用嚟做泡菜嘅盛嚟嘅。咁我以前見過呢一種陶瓷做嘅，咁啊玻璃咧就會見到入面，咁啊比較新啲嘅。咁啊除咗可以咁樣吸住佢全氣之外咧，咁呢度咧仲可以倒啲水，咁啊防止啲蟻啊蚊子啊咁爬落去，好聰明嘅一個設計嚟嘅。之後就做個泡菜醃汁啦，將啲花椒粒、豆瓣醬、辣椒油、鹽、砂糖、醋同埋麻油撈勻。放入個泡菜樽度，然之後咧就可以冚住佢，隔一日咧就可以食噶啦。咁大概一日之後咧就變成咁樣樣噶啦。咁但係咧
食嘅時候就留意喎，一定攞啲乾淨嘅筷子，因為污糟筷子食過筷子咧就好容易有細菌啦，就好容易令到個泡菜會變嘅啦。咁食嘅時候咧，可以甚至炒香咗芝麻。咁啊，今日咧揾咗個四川姑娘阿 Lily 嚟試下我哋泡菜喎嚇。你好，你好，试试我们的泡菜，跟你们四川的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那我来试一下。紫萝卜。嗯，很好吃。嗯，谢谢。跟你们四川的口味有什么不同？嗯，这个在我吃起来呢，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呢，它会有一点甜。嗯。我会有一点不习惯，因为四川人的口味都是比较辣跟比较咸一点，对，那我们广东人正常的甜甜酸酸的口味这样的，那谢谢 Lily， 谢谢，不用谢，再吃一点啊，可以。 Jackie 成都没有令你失望呢，梗系冇啦，反而令我对川菜改观，原来川菜是很精美甜味又讲究，不愧是四大名菜之一，而且我终于可以达成在四川学煮餸的心愿啦，好开心啊。咁你留多幾日，我帶你去食多啲好嘢。我都想，不過約咗 J J， 下次有機會再麻煩我哋啊。Hello， Jackie， 山東歡迎你。誒、hey, ，你好。呢個就係濟南話嘅山東歡迎你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咁我第一次嚟到山東啦，我好想試多啲唔同嘅魯菜。咁到底魯菜你有啲咩特色呢？哦，我哋山東菜咧有不太鹹、不太甜、不太酸、不太辣嘅特色嘅。今次一定會帶你去吃最正宗的魯菜。哇，都肚餓了，不如嗱聲行啦。好啊。哇，好靚啊！你有口福啦，啱啱喺廚房新鮮咁整出嚟噶。你有口福至真啊！你知唔知咧？你知唔知呢檔餸咧係專門俾嗰啲好高貴嘅客人食㗎？好似我哋咁係嘛？都係。我講咁多啦，試下先。好。趁熱啊！但係有啲唔捨得啊。係啊，好精，好精細啊。係啊，因為魯菜啊，山東菜好注重嗰啲刀法啊，嗰啲外表睇得又食得。同埋個賣相都好靚啊！係啊，係啊。頭先我廚房偷咗師，係將啲調好味嘅魷魚膠用喺對蝦上面。做成雀仔咁样，就将啲虾嘅眼啊、尾啊，做成雀仔嘅眼同埋嘴。呢个菜啊，好考功夫噶。嗯，系好松软嘅呢一个鱼啊，呢个鱿鱼咧，佢就系好松，好似有啲似棉花糖咁样嘅。系啊，好滑。质地系啊，师傅都话咧，全部都系用呢个当地嘅海产去做噶。系啊，因为山东咧，胶东呢度咧近海，所以好多嘅海产，系啊，资源丰富。呢個咧係鱸魚片嚟嘅，係呢個做法係山東魯菜嘅一種傳統嘅做法嚟嘅。師傅話咧，鱸魚片做得靚咧，最緊要個玻璃片啊，佢哋做到咧好晶瑩滑溜啦，好通透咁啊，之靚嘅鱸片。嗯，哇，真係咧啱啱掛喺度個汁。嗯，真係好嫩滑咯，嗬。係啊，好食啊。流嘅意思即係話滑捋捋咁嘅意思喺廣東話嚟講。咁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啊？啊，呢個睇仔，呢個係就海螺片啊。試下咯。佢個醬料很好。嗯，係啊，好爽脆同埋好新鮮。佢呢嘢真係好新鮮嘅，真係。甜甜地。同埋咧，呢個菜嘅難度咧就係咧切到好薄好薄嘅，啲紙咁薄。咁同埋咧其實好有難度，因為咧海螺本身好滑好滑散散嘅，咁其實要切到咁薄咧，其實好考廚師個本身個刀工啊。咁再講翻轉頭咧。冇錯，其實都喺個刀工度咧就好精細，好精細噶！哇，仲有個湯喎，係啊，呢個特別啦，係牛尾海參湯啊，奶白色咁樣樣。係啊，其實山東菜咧對啲湯都好講究㗎喎，係同廣東人一樣，都好似廣東人食食嘢咁樣嘅習慣咯。係啊，係啊，有清湯啊，奶湯呢個就係奶湯嗰啲種類，佢好濃郁㗎，因為佢有豬骨啦、牛尾啦，同草魚熬咗好耐先煲成一個咁乳白色嘅湯啦。呢餐真係好圓滿㗎。仲未圓滿，仲有一樣。哇！噔噔噔。福山拉麵。食完呢個就圓圓滿滿啦。Jackie， 食飽飯同你飲杯咖啡啊！呢幾年青島開咗好多咖啡室啊！其實咧喺山東咧，
好似呢啲咖啡室越嚟越多噶啦。嗯，好舒服呢度啊。嗯。你知唔知咧？後面就係奧運帆船賽館啦喎。係啊，如果好天咧，可以望得清楚啲喎。係啊。平時你中唔中意飲咖啡㗎？中意㗎，不過整嘅麻麻地。哦，識呢度老闆，你想唔想同佢請教一下？都好喎。哎，杨老师你好。那今天准备了一杯什么咖啡？彩虹冰激凌咖啡。哇，正啊，彩虹雪糕咖啡啊。首先先磨一杯，都是现磨的。哇，我想香港人都好少用一个这样的咖啡机去磨，手动的。哇，自动这样。然之后呢，应该是一个蒸馏过程。那青岛人通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？糖青豆，啊，糖青豆啊，香港也是。那水开了，现在对，嗯，好了。哦，咁啊，整好咗一杯咖啡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再把它冷却，用外冷却法调制好。哦，即系用冰助冻佢咁样嘅。咁啊，咖啡已经雪好咗咯。好，现在我要把糖浆倒进去。糖浆。呢个时候就可以落咖啡。不过要用只羹架格，先至唔会沟埋啲糖浆。再挤啲 cream 喺面，咁等佢可以好睇啲。咁跟住再加埋个雪糕球，然后咧渗啲糖落去，整色水。咁呢个彩虹雪糕冻咖啡咧，咁就整好咗啦。谢谢老师，咁可以俾 JJ 试下先。嗯 ，OK 喎，梗系啦，同师傅学噶喎，真系又靓又饮得。我同 JJ 就慢慢叹咖啡啦。如果想重温今集嘅内容，可以click入呢一个网址。下一集我会喺烹饪学校学整传统老菜，又会去到海鲜批发市场揾啲山东特色嘅海鲜。我哋会继续食尽老菜，仲夜埋妈咪教我哋整风味糕点添。下一集见啦。